我觉得我是一个直接、外放、阳光的人，高冷、敏感、学霸。敲玻璃吧，我也是那场戏，就是那场戏，两个人的情绪其实都很饱满、很到位，然后被他惊到了他的那个爆发戏。我还蛮想演他的那个外放的，他那个性格学渣。实话实说，我真的没有演过学霸、所以我挺想体验一下，就是做一个安静的人，那种好好学习被老师表扬的感觉。我班长，一下你，上来，唱个歌。好的。这我先说吧。好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片段是把他的鞋粘在了地上，然后那场戏就真的把他鞋粘在了地上，然后花了很长时间，对，就提不起来。对对，那我的是不是他平时都是很帅气的嘛？但是呢，不是被我捉弄一下，那个脸糊在脸上，就一下形象就不一样了，真可爱，还蛮搞笑的。我记得我是 E 还是 I， 我是太久，我是 E 人，我记得是 ENTP， 就是观众自己想象一想，猜一猜，对，对，猜，对，消失的他，也是，我听到消字我就。对，因为挺好看。对，就是无论是里面的演员还是剧情，听说都是很好看的，是要多找机会一定要去看一下。听，我最近听的是一个是韩国的一首歌，如果是你，我唱一下。너야다면어떨것같아이런이신나的你好，我不知道标不标准，所以说先唱两句先。对，我最近听的一首歌是一首老歌，《我是一只鱼》。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。做菜。刚发了一张自拍。其实每一套都还可以，挺好，我挺喜欢的。但我应该还蛮喜欢这个西装的，穿起来比较成熟一点吧。我最喜欢的是羽绒服那一套，我觉得很酷，然后很帅，也很热。你平时喜欢吃什么菜？我平时喜欢吃东北菜。你觉得我今天哪一道最帅？这套吧，这道蛮有那个帅气感的，公子贵公子。来细说一下，写评论给我。行，私底下的到时候再说。看时间吧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谢谢粉丝们一直陪伴着我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将来能够诠释好更多的作品给大家看，就是谢谢大家的喜欢和支持，然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与大家见面，谢谢大家的陪伴，耶、yeah!